让你打，不小心。我后面还是全部整个头拿起来了，所有头发捋起来了。Thank you.
短吗？那就是那就基因历时节，不是，我就记农历时节，就记农历中秋。对啊，你就记中秋就完了，反正中秋不好记啊，我都记得。你反正到下一个中秋就是一年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就记中秋就完了，不然你记别的日子我也记不住。
衣服都可以大胆放心的去穿，不会真的没有任何异样的目光看人家那些穿着特别前卫的女生。你要是放在内陆，真的尤其就上海这些倒还好，包容度比较大，那放在广州，我靠，你都不知道被人说成什么样，被人看成什么样，那个眼神，那个真一样，就你在广州你穿个黑丝出门你都要思前想后。Thank you.
单栏。
那你看我跟你说，那你看我吃饭，我吃饭很磨叽的。